鸡蛋饼和韭菜盒子，这个韭菜盒子现在活动了，姐妹们，29块钱发10一个了，之前是10个，多送一个啊！它这个空气炸锅油煎都行，我这个是油煎的，看，油煎的一个就这么大，里边有韭菜、鸡蛋和粉条，咸淡刚刚好，都挺好吃的。想要脆一点，火大一点，软一点，火小一点，特别方便。哇，自己刚烙完的。贼热乎的，老香。都退了。